哦、所以他就、okay. 我就跟王翔讲了他的特殊代表、他讲 OK， 他看了他是 OKU 嘛，因为他是 OKU 的嘛、所以他就直接播放一曲。老师，我也要嘞。哎呀，可以改天可以安排一下，去拍杆，顺便拍杆。我可以给多一点，我可以给多一点。哎，好了，谢谢。Hello, 大家早上好。我们在哪？财神宫。刚刚不在财神宫。我们在刚刚不在财神宫哈，这边哈。OK， 我们是什么活动啊？来你讲。今天是大伯公拜尾牙活动啊。这样报官的，你们早上讲都不报官。就是尾牙活动啊，就是一年筹就是答谢大伯公。最后是神生日啊。最后一次的神圣之法、这个来，他懂，因为他是他们带进来的，文化企业，他们发起的哈。他是今年是最年尾呀、最后一次生日啊。所以这算是今年里面最后一次了。然后就是做一个大日子这样子的。给他庆祝一下。庆祝一下了哈。请问村民大家。因为我是顾问嘛，所以我一定要来。要支持神庙的一些活动哈。其他的呢，还有今天做很多慈善啊，听说。对啊，今天有去做慈善，早上有去做拜杆，就是拍杆活动啊，给这些感染一下新年的气氛。然后有去拍援助金给弱势家庭。是啊。就是国会议员的拨款啊，每一年都有一次。这位是刚刚不来的村长哈、新村长，年轻有为。年轻啊，年轻年轻，我是安哥，我很老了。来，这位是。这位主席哈，早上好，主席哈，早上大家好，早上好。是，来的公公，是你们今天可以过来这里啊，因为我是顾问，我也经常过来，我拜拜了哈。好，拜拜。OK， 来，那么，准备来了，来，这样子。单纯就要请包老师来啊！要到啊！有会到。三只。三只。今天我来到的这地方是财神宫哈，刚刚不来财神宫，我们拜的是财神爷。所以这里就是这个就是财神爷了，那我每次都是教大家接财神嘛，对吗？所以我跟财神爷也挺有缘的哈，所以到今天能够做到财神公顾风水顾问哈，也是非常高兴，而且是永久的名誉顾问 ，OK， 所以一早就来这里了 ，OK， 好了，跟大家打一个招呼，简单招呼哈，等一下我们要开始吃一点东西，今天也有一些议员有到。那么等一下我们去吃了东西过后还有什么活动呢？因为我们叫他们来是因为财神庙需要一些援助啦，okay. 所以我就安排这个外地他们来看能不能够帮一些什么，因为他们要了解庙需要要提升什么设备，等他们才可以去要求筹款啊。这个庙还有很多需要扩建的空间，好像他们太空了，原本他们是说前面这个广场要做成西面的，然后他们可以早上可以有给人打太极做运动，然后做单又可以。对啊，比较方便。他们已经在筹住了，
等下整个筹款需要多少钱？整个筹款要多少钱？那个前面就45000部跟这说。那你们已经筹到多少钱？现在我筹到就是9000多块吧了。9000多，已经够了。够了。所以他们所以现在也是邀请看 YB 啊，刘志祥可以说可以啊，拨多少给他们呢？一台给那些善男信女这边打太极运动早上，就是有早上了。还有在起庙吗？还有在起加大你的庙吗？因为一步一步来的，我们就是啊，打台别方便他们。提升厕所啊，提升厕所，因为做单之前，来，别走了，别走了 ，OK 好，慢走 ，OK 啊，走了，没有，还有一个。今天什么大日子啊？先说节目。哦，因为今天是大宝生节啊，所以哦对呀、啊，没有大宝生日，做尾牙。今天大宝生节哈、啊，外面大宝公公假期来的吗？这么女做工。所以他没得休息，来拍他。今天大法圣节哈，我还搞不清楚哎，因为我每天做工，所以没有感觉。是 ，YB 来打一个招呼，来。大 YB， 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过年的气氛很强啊。今天是大宝生节，大宝生节快乐！今天大宝生节哈，是，我都忘了，每天做工忙到忘记了。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非常有爱心哈，所以也愿意抽空花时间过来，是，为这些神庙文化哈尽一份力啊。OK， 好，祝大家吉祥如意呀，谢谢，谢谢。因为刚才派干活动哦，刚才有派干活动，是要做一些慈善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还要去印度庙派干，是古来的印度庙，是，所以刚才等一下 YB 张念青也是有一些啊，对，所以今天好热闹哈，啊，对，好像新年，感觉上很像青年的活动哈，有那个样子，他不要我，来，因为他来来要交这个申请的。拨款的那个金啊，啊，是，我们来见证一下哈，来，交一个申请书，那个信给YB，哎，要见证，要见证哈，你们要来在这里哦，在这里，前面哈，所以在申请拨款哈。要怎样？啊，可以可以。真这样，不过我们还是要拍一个照，因为我要发照。啊，好，可以。有记者来吗？谁？没有，不用。拍两张。啊，可以，拍。等下也是叫，他是林志祥的特别代表。对。OK， 好 ，OK， 快，没有给那个给他给。来交给他，那个等一下。哎，这个等一下，他的先。没有了，没有，这个是他们已经打一些信，就是要求看能够帮忙神庙的一些，打一做一栋，早上是，之所以增加是讲做单不够用，就是我们理事会已经开会了，同意要填写什么，因为筹再筹出来就是够。希望能够帮一点呐、啊。来，我回去看拆图。OK。哎，要拍照。OK， 谢谢啊。好，谢谢。嗯。打完一台，要动那个出来。OK， 所以这边财神宫这边，因为它是我看环境啊哈，蛮简陋一下哈，蛮简陋的。带你们走看一下环境哈，因为既然是缘分哈，被委任为这里的顾问，总是要出一份力哈。这一个地方呢是拜孤魂野鬼的哈，孤魂野鬼的神位在这边哈。所以你看它的神庙其实很简陋哈，我去过很多庙哈，都看到很多大型的，这个是超简陋的哈，看来很需要很多拨款。那么四周围看一下，然后它也要 upgrade 一下它的厕所哈，所以旁边的环境是这个样子，旁边的环境哈，那这个就是厕所了，看到吗？这是厕所，是不是需要 upgrade？ 现在看起来这厕所这个状况哈，我都不大敢进去用哈，所以感觉上他需要很多的捐款，很多的帮助啊。那我自己本身也会捐一些钱出来哈，也要捐款帮助一下。那这个就是厕所了，我最讨厌厕所这个样子的，我喜欢比较干净的哈，看着比较舒服的哈。这是他的厕所，所以这个是他的厨房的环境哈。
这是后面厨房的环境，所以感觉上是的确需要帮助哈。然后这是他后面的这个地哈，所以他整个地方呢，整个庙财神宫这里它不是很大间，可能是新的关系了。OK， 那么当然好的这个神庙文化我们都推广了，因为财神庙在新山也不是很多，所以我觉得会帮忙推广一下。OK， 那么需要帮助呢，我们能够出钱就出钱，出力就出力。当然他们自己本身也做一些慈善，然后也有我们也有尽一份力了，能够做什么东西就做。那靠近新年呢，就是年尾期间，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做一些慈善哈，帮助一下有需要的人。所以大家今天聚在这里呢，就是在探讨这一个东西。那因为刚好又是财神公拜尾牙的日子，所以大家都顺便聚一聚了，顺便聊一下哈。OK。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啦。OK， 不管大庙小庙哈，我们能够尽力的、有缘分的，我们都出一份力。OK， 进来，他们在干。OK， 算我了。来，这边啊，阿姐，这边，还是前面啊？没有，你拍前面一点啊。前面呢？看到那个财神爷的是吗？可以，站那边拍得到。你站那边都拍得到。主席。等一下才讲。对，主席来，主席，来，师傅。师傅，还有你们的一些名字啊。跟他说一下。偶像。一二三。来，来，有看到后面的财神爷吗？我可能上次老婆见面了，看有没有留下来。去年我们有去，我们整班人有去。我们去彩虹也有去。
没有啊，年三十应该可以休息了吗？是，可是我们老在基隆过年嘛，因为我们在基隆那过年的，爸爸家过年，今年家有姐姐家过年，这样巧哦。这今年很，今年刚好，刚好的，好，去年比较早，今年是啊，过了年，年初七。没有，去年是新年前。没有新年后。没有，这样不是那新年去那个王峰湾的那个啊，那个是叫立春吗？那个是新年前，新年前。新年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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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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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等很久啊。他有经验。好，我们有了。他在广场。我走路啊，我可以打路。啊，没有那个车塞掉。后来他到的时候，太多人了，我们就挤不进去啊。啊，这他再要点钱就是老长了。啊，在王宫那边。我们是在广场那边，挤不进去啊。挤不进去啊，那个。不行，今天讲好了，大家就可能一起啦。哦，我们是找到，我们在那边等很久。对，也是第一次。前辈，前辈，排队发红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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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红包。没有，那也是老前辈的，就是行动的老前辈。哦，是啊，最近第一代的，第一代，各地从外婆回来，第一代。哦，没有。来，第一代的也是对，这位也是啊，他们老前辈。那也是好了，一个凝聚力，一个地方，大家都回来一起。他们就是今天的，大一块了，第一年，还在一块了，确定这个确定吗？当然。等下他们还要正式拜的，还有没有分的？我不懂，没有你等下要几点要过去？我们差不多要走了，要吗？几点？现在拜，开始拜，一起拜了，拜了他们就能到齐了吗？啊，主要是老大到齐啊，能到齐了。那你们要拍照，我们拍照。第二，没有钱，不重要。我们也没有关系的，我们最主要是要。来打工。然后啊，今天他是连着连着。拜呀！外地人要赶集场，要大保生节啊！大保生节，大保生节哈！今天要先有快牛奶，快点包的。张面筋要下来。在那个。我要去两个地方。还有三百，三百没有了。跟你讲个一句话啊，谢谢南子里。南子里，非常谢谢，荣华南子里。一起讲的准就好了。你好嘞。还有那个啊，我的狗。我的狗，我的狗不是晚安吗？不是，好了，你好。我的狗，因为我们小小刚刚不是印度人头发，我们印度人。可以两句，可以过日子了。难得的，难得的啊，龙哥难得的，非常谢谢。哦，难得的就行啊。不用非常谢谢。一起讲难得的，我的狗。两个部门查到很清楚。所以他就叫单一固定。啊，不用了，太难。社交啥不得？不要多，你还不错啊，社交多。嗯。啊。然后这个哈，你不可以办呀。陈总，进来没？哎，进来了。陈总。白老师，不用不用，有水了，不用来。这个不一样嘞，这是给你喝的嘞，啊，这是有甜的嘞，喝了什么的，这是开封的啊，开封的啊，这不同了，甜甜的，你的青春美丽的，真的真的。好，青春美丽要发财，升官发财，升官发财啊！那这里很年轻啊，青春美丽啊！年轻，这年轻，年轻，二十五岁，年年二十五啊，年年二十五，年年二十五，前辈很多前辈回来呀，这帮很多前辈，嗯，很好。要九十万进来，老前辈，老前辈，我们老大给老板特别谁不会多他就。还有来，不要你，看我走。我看我一个。
你跟对，对，跟主席讲喽。等下老师被驳一些。啊，我把那个钱开给你们。好。那我再交给建明。建明。因为我们没有没有还没有户口了哦，还没有，交交现金了，好，可以啊，交现金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经理经理经理，嗯，今天我财神爷有来，我跟我来，没没没关系的，有有财神爷没给的，不是啊，有给啊，不打针，机会留了，交给建明，他很帮我们，是的，他今天刚刚过来呀。我是小没有他打过我，我是搞不清楚嘛，因为他写的不是我懂他吧？哎呀，以前都以前新就年轻有为的了，没有为题的啦，打篮球啊，啊，你们保你老板吗？对，老板，又看到你老板，你说说啊。拜年啊！我们不是当时到的，好，你好，早上你好，我吃他很多东西啊，你懂他特地休息休息了吗？他今天休息掉啊，掉嘴面，他要来来这边，不然他嘴面到了，对啊，他一定要到来，是你一定要来，他也是老前辈了，谢谢谢谢谢，看到他就很开心啊，开心啊，弥勒佛哎，谢谢谢谢，我觉得他像宋行公，宋朝那个宋行公，是吗？啊，真的，宋宋朝那个宋行公。反正，是，因为我一看你们觉得在寿桃那寿星哥最开心的，每天笑啊，每天笑都开，对哦，其他的全大神全部摆，我是神仙，也不去也不去，谢谢谢谢。最重要就是看他开心啊，人健康。钱又有了啦，啊，产业产业很多，对，还肯去煮面呢，啊，他煮面是过日子，真的，每个人习惯吃惯你的面没？这边在听他讲，老人家讲东西，过来一点呢，专讲。煮了50年了。啊，对，我们从小就吃到大，以前我们没有没有本事吃啊，就过年才吃的。是，谢谢。啊，民政主席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民政主席，民政主席，你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这位安哥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左边的懂吗？那边，咖啡这边，咖啡店旁边的。那他儿子晚上炒啊，面很咸啊，啊，卡了啊。他做的面，他做的。有什么 complain 他？没有啦，不要 complain 啦。给我指导，指导，偶尔会失手，偶尔会失手，不要一点点就 complain。因为我们也是每天收到 complain 很多。而且他除了煮面，他自己做面。这是面，做面做那个。这是魔兽，这是魔兽的，这是魔兽，魔兽。没有师傅了。好吃就吃多一点，不好吃就吃少一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天然面家有点固的，啊，魔兽的就天然的嘛，比较好啦，不要这样这样多。自己一个人做，还有人帮你，孩子帮你啊，啊，要一定要把功夫传出来，这是重要。晚上还有晚上三天左右，好啦，我的安慰好啦，可以啦，安慰好啦，可以退休了。不要退休，我们还要吃你的。感谢大家，大家支持才有今天。他们还没有准备好，要不要我们先那个给钱，然后叫村民见证一下，就可以一起掏那个2000块，我顺便一块给你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好，因为反正他们还没有好嘛，不然等一下。可以好了，好了吧？好，又好了，进台都好了，等一下来一起拜了。不要紧，我拿那个。好，香港姐先做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快一点，倒茶了就好了。好，这个好了啊。不要紧，要一样一样的。我们要二年了，我们过年我就有些嘛，那个朋友搬和水果来给你，他的照片非常的美。你忘记了啊？我可以忘记了啊？我可以送回给你。他以前做过神庙的，因为十三国庙是三年换一次主持，两年前村民要换的，他不会说永久。我说我那年就开始，他也曾经做过。这样有竞争才有进步啊。不要一个人抱着村民的力量。七岁啊？七岁。啊，七岁。72了，头脑还很清醒啊，还记得哈。哎呦，几年都记得。村民比较生活比较简单，没有这样大的压力。我看到关机了。哪方服？哦，服务。姚大明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因为我们实在要是我去白，他要求。
给我一张符，就一直扒那个啊，扒那个茅草啊，是吧？我的，我朋友的那个草给我扒完了，联系我。这里如果有人有卫生，这里可以去。你要来拿？我一直来，没有我上班。不是，你要用到老大的碗脸，你要来拿。我来，我快要了。啊，那只收不只收。如果有些不方便，可以。不是党员也是可以的，他们只要他们愿意，他们愿意就可以。然后因为老大是国会议员嘛，不是党员嘛，所以他们要就可以了。因为有些人他们会避忌，以前我们没有做政府，可能他们会避忌，现在应该没有避忌了。所以只要是村民，我们可以给了。如果他没有反对，就送了。不过你要收不就收回来了。因为你这里偶尔你打给我，我出来了，没有事，没有办法。啊啊，没有啦，村民也是可以啦，有空就可以来跟村民交流。好，先我行去收二人再见，先。不作跑我。
公，来，我们来。老板工，欢迎你啊！哦，欢迎啊，很高兴啊！来，把工吃我。都买很多，那个虎爷将军那些。陈哥，虎牙将军听着，虎牙将军听着，中什么？啊，公公，虎牙将军听着，什么茶？我想乱啦，啊，里边有。他要请求干应该要啊，做潮出说嘛，该做打地台啊，我给帮忙啊，保佑你顺顺利利，啊，关键啊，陈哥，听讲好。双手来，双手，一把公公扶起，这扶起你不够。两个手来，看看那个什么。保佑你了哈！不懂给福气你，你会听好吗？会听了，会就好哈。谢多谢，谢谢。金牌金冠嘛，金冠赢了。来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你多多贵人来，小人也欢迎。谢谢。好，金贵人在哪里？金贵人。哎，来来来，你帮你忙。啊，可以啊。啊。对。啊？可以，我的。不要动，啊，等下。一定可以，老师。有，太官啦，太八公，太八公印，八公印，太官，一张就给我，啥？阿妈来，我查一个，太几个看。欢迎啊！欢迎啊！欢迎啊！啊，欢迎来啊，朋友啊！哦。哎，完成两位衔接到两位一座 T 台麦街啊，我们顺顺利来啊。前台后置话查进来，应该。谢谢。那把弓箭也你寄来了哈。老师，嗯，来到你啊！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本庙风水老师啊，哈，那顾问咯，本庙顾问。哦，你就听爱八卦。哦，听到了哦。你也做到南南东南东，南南南就不同样。是。哦。有啊，你有些你帮他五千不本庙啊，做地台麦街做出什么？帮他五千啊。哦，本本庙做基金麦街啊，做路途麦街啊，大家地台麦街啊。哦。谢嘛啊。哦，有你就谢嘛。你说谢嘛啊？本庙要先点一下庙。对对对。啊。嗯，那讲了不同些。啊，你不讲不同讲的。事业更好。啊。更成龙啊！你属什么？属什么？包一凡。属牛。属牛。包一凡。
冇事啦。啊，竟然一生呢个女来，一号差唔多了。你的生意也差不多了，上回倒是一点点。那搞双木脚哦，是要上就很快了、啊、你。我冇相关的生意，慢慢来做起来。那个生意慢慢来做起来。你有心做做很有好哈。是你有心做的话，更快上。啊，嗯，不错啊，今天做得不错呀。现在做得不错，很好。你看我怎么再上？还会再上？还会再上？啊，是还会再上，最重要。嗯，你上上得到。嗯，自己做买东西要知啊。你上得到，你自己做什么东西，你自己要知道哦。嗯，啊，明白不？你明白吗？你上得到那边的拉杆啊，你知道要做的什么东西，你就要知道。两个手来，不公给福气。好，两个手收。你还来买东西啊？你还要什么东西吗？不公可以给你。今年都好了，顺顺来就好了。顺顺来就好了。好。嗯、啊，健健康康都是福气啊。健健康康就是福气。啊。嗯，好好好。好。好可以哈、啊。好的。好，可以，谢谢，谢谢。嗯。可以了哈。哦、嗯。来，还有谁？来，八公。好。亮姐啊。来，想问体检，身体啊，应该健康吗？啊，什么名？慢慢学。什么名？啊，李怀新，属什么的？属鼠。老鼠。啊，今年几多岁呀？几岁？属鼠的七十一啊，七十一年了你。四十八年。1948年。嗯，来算一下，算一下多少？快点，少我一轮。我47，47加12，48年。71。你是比他打工？嗯，打工毕业，你懂了就对了。他五天，然后打工来几点？健康。好健康啊！啊，健康。年老的很用啊。啊。啊，还有那个来那个补充啊，嗯，还来补充啊，啊，实在补充唔得咯，啊，我又变补充，有嘛？啊，我响我这白天都去量去响都冇量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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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得不得吃，吃不得吃，莫去用你都得呀。用啊，多谢多谢，白公。自家本身多做做自家运运动啊。啊。啊，去行行啊。本地流啊，汗很有。啊。啊，对身体也好啊。啊，多谢白公啊，来指点。啊。年老系啊，用啊。哦，用啊。啊，都吃得行的。喂，好。好嘞喂，阿表抽抽几多落衣还靓我，多多少少啊，你话马表冇抽咯，啊，你打工唔靓啊，啊，你都工作还唔啱，啊，你工作落马表又抽，唔太适平安，唔就会服气啊。拿来双手来分，两个手来分嘛，两个手分啊呗。嗯。哎，我乖了，好嘛，好嘛。好嘛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
等来就好啊。你今天要健康，健康好，不人老了是这样。又来了。所以谁要身体健康嘛哈，到这个年龄最好是健健康康。我这个年龄还年轻，我们还要拼事业。对，我来祝福啊，村长啊，步步高升啊，谢谢，高万众啊，还有这个大师同样的啊，业务也是啊，年年年年啊，也是步步高升啊，升官发财的，升官发财哈，没有发财，只有做工。来到财神庙就是要发财，那个是发财是二位了啊，发财是二位了，尽力。健康最重要，健康要健康。我也是看破啊，我觉得健康始终是占最重要的。最近也是有很多这种事情。啊，是啊，我最近也是很多朋友这样的事情哎。我们那边联系有五个。什么事？健康。去世。啊，去世哈。去世了。对啊。嗯。几岁的人呢？有一些。年轻啊。嗯，有一些也是年轻啊，不过有一些也是。生病了，年纪大，这样就没有办法了。有一些又无端端的，真的无端端的，就跌倒，没有跌倒就没有事情的，就这样子突然间飞机火灾就没了，就应该就没了。靠近过年嘞，现在就是前上个礼拜的。在那边，上个礼拜的事情啊，就你不是很不得空，全部跑白事，叫大不公。他讲了啦，叫大部分开个服给你哈。啊，这样我们就比较平安点了。是啦，这里。因为我们。OK， 这里哈，这里没有这样。等一下吃一些那个。吃一点东西哈，等一下吃一点。等一下感觉。还没有啦，我卸了过后才有做工。这样 OK 啦，这样还是 OK 啦。可以轻松一下。嗯，是啦，跟他们大伙一起吃东西一下，然后聊天一下。橄榄虾了。神庙这里尾牙哈，尾牙大家去吃。公司有尾牙，神庙也有尾牙，嗯，不公罢了，还是其他神庙都有做尾牙？没有啦，就是大不公啊，他们因为他们每年这个时候就是今天。有人问这是什么地方哈？这是刚刚不赖财神宫。对 ，OK， 这是财神宫哈，财神宫刚刚不赖的这边哈，刚刚不赖是在九号走这里。OK， 你们有时间可以过来，因为这个庙的确需要一些建筑哈，因为筹款募建中，然后你看地上连那个洗面地上都没有嘞，我们发现就是这样撒灰地上，所以他们要铺这个洗面在这里哈。所以我会捐助赞助一些东西了。然后厕所的状况也是比较糟糕一点。对， okay， 要提升，所以在建庙的时候大家能够出一份力，我们就尽力啊，所以在有能力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哈。这就是我们华人的一种传统文化嘛，一个文化的传承，其实挺好的，值得推广。非常值得推广哈。像村长这么忙也是跑来支持，刚好今天也是 holiday 啊，不懂大家有没有做工。我都忘记了，今天是 holiday。大宝生界来讲也是很多，很多人还是很多人在上班的。因为没有拿嘛，这假有些人没有拿。OK， 好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就讲到这。哎，哇，安哥这么先进啊！哇，安哥会哦。安哥这么先进。哪能可贵呀？哪能可贵？安哥好先进。OK， 好的。哎，什么事？哎，你的福啊，到你的福啊。所以这个庙这里哈，这个庙这里它其实它这里有问事 ，OK， 有问事哈。但是拜几问事呢？你们再来确认一下哈，我不大清楚拜几问事。那有上大伯公 ，OK， 上神是上大伯公，财神就不知道哈，我们好像很久才上一次财神哈。那么就是也有一些，好像比如说你遇到一些比较怪的事情，可能家里有人被鬼上身啊，阴灵附体啊，或者是被人下降头等等的问题哈，也可以来这里，他们也有做这些帮人家解降和这些东西啦。当然还有就是请神安神的这些都有做，所以能够找到比较正当的、比较正式的，又不装神弄鬼，又不骗人的，也是挺难找的哈。所以这个庙我觉得还蛮不错。OK， 而且他没有说跟你说钱就随缘就行了。OK，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，可以查一下他的地址地点哈。那么真正有需要也可以来这里。OK， 好了，今天的直播就讲到这里，我们开始要吃一点东西了哈。OK， 了，就这样子了，拜拜。